人认为恢复全球经济的方法有四种，一是维持每一个国家的稳足产业，例如支持农业持续发展；二，鼓励人们尽力使用环保回收或者三，各国政府应该开办休闲设施，目的是鼓励内部消费；四，改善教育，推动社会和谐。谢谢。